大家好，我是姐夫。姐夫喜欢在家里开趴，因为姐夫喜欢在家的感觉，和亲朋好友一起热闹的气氛。虽然每一次都忙得昏天暗地，事前的准备和事后的整理清洁，对有一些人来说，真的会是一场噩梦。但是姐夫却很开心，还乐此不疲。姐夫计划在自宅门口办一场烤肉趴，邀请一些年轻的时候一起当兵的老朋友一起聚一聚，当然欢迎西半参加。根据初步的人数统计，会有将近20个人光临寒舍，这可是个大工程，很有挑战性，考验着姐夫的工作效率和组织能力。因为人数有点多，除了烤肉之外，姐夫还要准备一些餐点，先堵住大家的嘴和甜甜大家的胃。姐夫会先从软性饮料开始，然后沙拉、冷菜、甜汤，再做热食加料，还有烤肉的食材。要不要先看一下姐夫事先拟好的计划与菜单？有些现成快速的零嘴下酒菜，可以减少一点点压力，也会让餐桌看起来丰富一些。像是这些，先做饮料，煮水，水滚喽。伯爵茶的茶叶，加热水，泡红茶，再煮一壶热水，做鸳鸯，冲咖啡。泡红茶，等个20分钟喽。把茶包拿出来，加糖，把糖搅散，倒入伯爵茶。另一壶的茶包拿出来，加糖，把糖搅散，倒入咖啡。等一下再加牛奶。奶茶和鸳鸯搞定，来处理生菜，把不好的剥掉，把菜心拿掉，把莴苣挑一挑，洗一洗，泡水。来处理蔬菜棒，头尾切掉，籽去掉，细心切适当长度，削皮，切条，胡萝卜头尾去掉，削皮，先切片，留着，待会会用得到。切条。泡冰水，把生菜粒跟水分拨一拨，莴苣放上去，封起来，放冰箱，搞定。蔬菜棒放木碗，这个碗待会要放千岛酱，封起来，放冰箱，搞定。胡萝卜切丝，中芹切断烫过，黑木耳丝烫过，和白干丝拌匀。调味料在影片的完整资讯中可以找到。封起来，木须白干丝搞定。洋葱切丝，辣椒切斜片，加点胡萝卜丝，青葱切葱花，
加点椒盐粉，淋点香油，拌均匀，封起来，烟熏猪脸完成，来做甜汤咯。煮一锅热水，倒入西谷米下去煮，要记得搅拌哦，才不会黏在一起。大约煮十分钟，另一个锅子煮椰奶，搅拌，加糖，把糖搅散，细米露先过滤一次，冲冷水，再煮一锅热水，细米露姐夫习惯煮两次，这样就不会太糊。第二次沸腾之后，再煮五分钟就好咯。这次只要倒掉半锅水，换另外一个碗，拌入糖，封起来焖一下，就跟煮粉圆一样。西米露和椰奶封好备用。来切芒果，头尾去掉，去皮，切小丁，绿豆汤昨天就煮好了，也拌了糖，待会加冰水与冰块就好咯。搞定，搞定。来做拉萨，拉萨酱，虾米打成粉，柠檬叶，椰奶，兰花干，切小丁，汤锅烧热，加点油，下去炒，加点高汤，兰花干，椰奶，沸腾之后煮五分钟，加点肉片，搞定。来煮麻辣臭豆腐，汤锅烧热，加点油，放入麻辣锅底酱和虾米，炒一下，高汤，猪肉片，臭豆腐，大火煮五分钟，鸭血，煮到沸腾之后，熄火，让它焖着，搞定。煮意大利肉酱面咯，肉酱之前就做好了，加一点点番茄寿司一起煮就好咯。先煮面，加一点盐，加点油，意大利面下锅煮，要记得拉起来哦。开火，意大利面肉酱加热，意大利面煮好咯。水沥干，加一点油，再拉起来，把意大利面装盘，意大利肉酱加点奶油，煮到沸腾就好咯。搞定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先把buffet拆台塞一下咯。爆米花好了，奶茶、鸳鸯、甜汤 ready， 烤肉要用的酱料 ready， 要烤的肉 ready， 炭火 ready， 啤酒 ready， 烤肉趴开始喽！哎，红酒还有 blue label， 是要疯了 ！Party party party all night。Party, party, party all night, yeah！ 黑人是黑人，好冷，好凉。
我如果爆到一个喷泡的那个舱口，冲出去开了海底，然后丢到海里面，丢进一、二、三，妈，他住哪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哪里住？啊，住啊！哎呦，停那一下，停那一下好了，停那一下好了。儿子的心情，停那一下好了。你们哪里？上面。第二排啦，换了杯子，那到第二、第三啦。你的机就好，你说第二就第二了。哎，他呀，我是两个五分炮，我要在雷用道里面啦。影片即将结束，感谢您的热情支持。喜欢姐夫的影片，别忘了按个赞，还有订阅姐夫的频道和分享哦。如果你也想在家里开趴，需要姐夫的协助，可以私讯给姐夫哦。姐夫的 email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